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帆四段，欢迎走进白谱节目。白白你的谱，让我们分享你的奇思妙想，让我们对抽血的恶手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。今天呢，我们依然邀请到胡伟健和我一起为大家来白谱。你今天带来一盘什么棋呢？今天带来的一盘是我的一盘网络对局。哦，是你下的韩国棋手。对手是一个网上一个韩国棋手。哦，你用什么名字呢？我是用一个朋友的一个号吧。哦，要用朋友的号。朋友的号。哦，我们就韩国棋手也是个六段棋手，网络六段棋手。以后还是希望你用真实的号去来跟大家交流，这样的话呢，大家就是说有的棋友的反应，怎么在网上老找不到胡大记者呢？或者想很想跟你交流一下，知道吧？嗯，所以呢，有的时候你呀，是，下呢还真实一点啊。嗯，好看一下你这盘棋，你是拿什么棋呢？执黑。你执黑是吧？嗯，我执黑。哦。小劲。这是很正常的，都是一个普通的对手。我记得上次你讲过那个，我如果拔掉的话，这个局部双就是黑棋拔掉，白棋拔掉的话，这个局部好像是，就是黑棋好像稍亏，是不是？对，局部稍亏一点。对，局部稍亏一点，就是还有一个真的先手，可以真的一个先手，可能当时拔了过后，我就。记下来了、就没有去踢他、就是还是按照那个正常的那个把这个局部进士走完。接上。那你记忆相当好。当时我记得你说局部稍亏吧。这个棋他是这样挡的吗？挡了。这个挡也有大的，这个先压一下。先压我要。然后再。这个压应该压得到吧？没有，因为压的时候呢，你不能连扳的。这挡是先手。如果你先挡的话呢，再压呢，这个棋啊，黑棋是可以连扳。这个对不对？我还是压的时候我还是退的。所以呢，还是比较走道了。所以细节要稍微对。对。对，他就压了一个，然后去拆。掐了一个，就逼他怎么？哦，低位好一点，低位对，低位对控好一点。对，我逼了一个，当时他走的比较奔放，就是直接正住，这种下法好像比较还照顾大局吧。这个冒险，这个还是应该挂过来对攻。对，这个什么？我觉得他这个感觉。就是我见的比较少吧，然后不知道，实际上我就比较稳健的就拆了一个。那你应该小飞手脚。因为小飞手脚，因为这一代的比较就感觉比较薄弱一点，再往里面进呢，我可能，我就下的这个地方，因为在靠近别人的视野方，我就想下的坚实一点。这个不知道，可能应该我事后觉得还是这个应该好一点。然后他就去飞了一个，飞了一手，然后，我还是飞了一个，因为他如果这里守一个我就算了，这个我觉得飞了以后有尖出来或者这个还是很大的，还是很大的一手棋，然后他这里逼锁，但是可能想走到外面嘛，扩张一下外面，我就去。这个地方他尖了一手，可能是为了主度吧。这个地方尖了一手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您看，觉得这个尖一手是个？尖一手这个下法不是很好。这局被贴一个，这个棋比较熟一点。这应该单跳一手。单跳。就是可能怕我去。应该这边有拆二的，应该不怕的。不过。就是说你现在呢，你现在就觉得这个尖不好，对吧？我觉得尖不好。我也认为这个尖不好。这个有点感觉有点损这个脚手。但是呢，你现在是看人家的问题，但是我给你提示一下，你这个夹击这步棋也不好。夹击比较好一点，或者跳球。夹击远夹比较好，这个棋有点无理，应该直接走这。直接夹尖的一个，尖的一个。哎呦，这个太熟了，这个是这个棋是有点熟。然后这个贴，你看这个棋形很厚实。对。然后他就去这边夹，然后我
觉得直接跳觉得比较乏味吧，然后双方就朝他这个势力范围去都去往外跳，我又这个这步棋，因为这个棋步乏味，这个词我没听明白。就是我就说这双方就这么就往外跳或者怎么样？你稍微说具体一点，我没听懂什么意思。就说这个棋，跳这个什么乏味呢？我觉得就是双方就是可能都是向中府来出，都是双方向中府出头。他很正常啊，这个棋。但是他这边这个是白棋的这个势力范围，然后我去往他这里面跳的话，可能不太好。那很好啊，因为如果是人家的势力范围要围控，你往里面跳，不正好是破他的控吗？不正好是破他控，然后呢，这个棋有个误区吧，有个误区在里面。然后这个棋这不是都要死掉了吗？这棋飞一个，他这个拖，可能拖一个吧，这个。现在这边交换棋手的拖，这棋总是往上跳，因为人家夹击你的话，就像打仗一样，是，人家在打你，你这个棋你到底是能不能跑？你不跑，你束手就擒，你就亏了，就跟打仗一样，对吧？是。哎，其实说老实话，胡记者我就要批评你了。其实呢，你接触这个围棋啊，应该是比很多棋手啊就接触的比较多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有一点，其实你也参与很多报道，而且胡记者的文笔写的文章写的很好，就说呢，能把很多那种围棋的那种心理啊，很多东西啊都能写出来。但是呢，下棋呢，这棋下的确确实实很多东西啊，没有诠释出我们跟职业选手，包括很专业性的那种围棋打交道，有一些心得的。是，这个呀，我觉得跳，我当时第一感是跳，就是加入的第一感是跳。这个跳不是第一感是跳啊，首先第一点呢，跳首这个棋就是人家攻击你，你应该往外跑，你这个反夹。这个就是目的不明确，很耐打的下吧。是，好，看一下，他又尖了一个，又尖了一个，然后我去贴了，我贴了一个，然后他就跳出来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不敢这么跳了，我就走得比较轻盈一点，就是大跳。对，因为这个地方再跳的话，就怕就因为这两面都没有拖过，然后就怕到时候被吃了什么。那胡记者，我想问一下你，你这个情况，这个下的当时是就是很矛盾。不是这个纸啊，就是这个纸，我也没有。当时我就想，就是把它稍微消一下，就是。但是我们现在观众朋友来看这个棋啊，就已经体现出胡记者这个胡伟健这个棋的思考是相当混乱和矛盾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跟你写稿可完全不一样了，是吧？你看，你刚才说这个棋跳不好。因为往外跑，其实这个时候你跳对他威胁最大。现在呢，你打入了之后，你反打入了之后，应该是对他有一个弃子的关系。因为人家打你啊，人家的棋手。现在走到这儿来之后，我想请问你，这两个子厚还是薄呢？这个比较薄。对呀、你这个心里渡不回去，然后呢，这三个子和这一个子就相当于是重兵把守，两打一，你不往这儿跑，然后你又往这儿去跑这一步棋，人家如果把这个棋跳到这儿来，你这是两边都受攻。这棋你明显违背了，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道理啊，是前后很矛盾，很矛盾的，是吧？对。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说，你千万就是在行棋里面呢，应该啊，要把这个思路要理顺一下。是，这是很困难。对，是有点觉得前后不是很连贯，语义不是很连贯。实战他就是跳了一个，跳了一个，然后我就去拖了一个，然后就把脚先定型，先定型。这个这个进，我就觉得把这个纸啊，就是走得轻一点，就是吃。啊，这不是这个，就说呢，你的想法就是很轻，对吧？然后但是呢，这个棋呢，就这个这步棋的来说的话，这是很不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总是干嘛？你是要逃跑。是要逃跑。你要破他的空，不让他吃掉你。但他走到这儿，你就应该跑。这就是贯彻你的思路，不管这个棋对还是最后这个棋死掉也好，或者死掉，这至少是贯彻意图。现在呢，走到这儿来之后呢，你又往这儿拖。
后是这样之后呢，这两个子集体去火里捞，这一代全部是白琴，是，对吧？是是。这个琴你这是用朋友号下的？不是，我当时觉得这个，当时就准备弃了，有弃子的这种想法。但是弃子那为什么不能单拖一个，然后挑到这让它少吃一点呢？然后要多送嘛。请朋友呢看这个棋呢，还是要说一下，胡伟健用这个是几段号啊？六段号，是个六段号下的。哦，你实际在网上水平是几段呢？是大概五段左右吧。哦，三四段左右。三四段。就是以后呢，就是有机会呢，就是用真实的号来这个，然后这个号呢，就是说可能下起来对这个对你来说比较吃力一点，因为他。胡伟健呢，他刚才也私下跟我说，他说我一定要尝试一下，看一下借别人的一个高段号啊，在网上来下一下棋，看一下人家是怎么样，水平到底怎么样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所以说他就用一个六段的号，在这个网上下，做一个试验，是什么试验呢？因为他本身实际在网上的水平呢，可能是四段到五段吧，是吧？然后现在呢，就用一个六段的号来试验一下。哎，我看对那个看人家六段到底跟我这个水平呢是怎么样？所以说呢，现在就把这盘棋呢就先摆出来，是吧？对对。但是这个棋还输了啊，这个小子，这前后矛盾。然后我先手搬砖以后，然后又跳了一个。大跳，这个是什么想法呢？就是有些东西啊，就是他想吃的话就给他吃，然后就走的就轻灵活一点。他有的地方他如果要吃了，要换新的手术，有可能就不换手术就直接就吃掉。然后他自己那现在人家可具备了大刺激的可能呢？这个。这就像陈毅元帅下围棋，喜欢下围棋一样，这个时候已经承认什么呢？承认铁桶战术。就是说白棋两边呢，你看这两边是特别好。对。你说你想轻盈一点弃子，你已经无归路可言。你看这个棋，你就无归路可言，而且这两个字也你要死，对吧？对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棋啊，就是说其实这个六段呢，这个韩国六段呢，其实它并没有用尽。就还没有发挥他的水平。对对。你呢这个棋呢，就是说思路上不清晰，然后呢这个是，你看啊，这是我再给你打个比方，像这样的棋呢，如果不走的话，就一路一立，你两边都有度。这个你看到了吗？这两个这么考虑到这个都趴在上面靠，看到了这个手在上面。我想问一下，你看到这个手段没有？这个东西你看到当时在下棋的时候，当时下棋的时候没看到，后面的时候后来后面又重新摆了一下，就知道这。但是我觉得后来是我摆了之后你看到了。我觉得他这一代我已经走了，这一代靠住他把就让你过，他把这外面的封住的话是这样的。你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思路上的问题，就是说跟你的写作不一，就是你的条理性啊，你不能把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。我现在我们来摆谱呢，说老实话，现在观众朋友可能会听到就觉得啊，我跟胡伟健的交流啊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，觉得胡伟健怎么两人有点像吵架一样，不，其实不是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他既然很想上这个节目，因为呢，他觉得因为我平时来摆棋啊也很忙，很难呢在跟他来交流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棋呢。通过在这摆谱呢，也算对他的一个指导一样啊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中场休息一下，等会儿我来跟大家再详细的来解释。好，我们中场休息回来。好，刚才呢，我说到就是说跟胡伟健的交流嘛，就是说其实呢，刚才啊，我一直在问他，我说，哎，你是什么想法？你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？但是呢，可能大家就会听得很明白，就是胡伟健呢，他的一种表达来说的话，他自己来说，他很矛盾的心情，就说，哎，我要怎么样？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希望大家呢有一个借鉴，就是他。
他很多东西是凭感觉，我想怎么样，我想，那么说，这个就是经常我跟学生，那你想的话，那这就是一个人的围棋，因为围棋最大的魅力就是一种双向的思考。那么说呢，在这种情况下面呢，这个棋呢有很多这种手段，就说哎，我想这样走，然后呢让他这样吃掉我，气掉他。嗯。但其实呢，你要站在白棋的一方，你就不可能再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拿白棋，你肯定也会往这攻击他，然后呢，你也会再这样把它吃掉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胡伟建来摆谱呢，我正好借这个平台呢，也跟你说，也跟广大还有一些棋友，就说也渴望哎。在爱好的同时，也希望能有一定进步的棋友提个醒，就是千万不能以主观的思想去下围棋。以主观的思想去下围棋那是不行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围棋下围棋没有感觉。我们有没有棋感？有棋感，每个人都有棋感，只有好坏之分。但是呢，感觉永远不代表真实或者正确。只有通过论证和计算，是严谨的思考，这也是围棋有魅力的地方。所以我希望你以后是要少下的快棋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还有就是要论证它。你看，如果你拿白棋的话，你肯定也会往这样想，因为这太危险了嘛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棋呢，很矛盾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后面的。他在这里前面先交换了一个啊，交换了一个，我挡了一个，然后他没有去下这里，他现在这个以这个局面的一个焦点嘛。应该按他其实有很多种下法都可以，他走这样也行。对，好，实战他是虎了这个，但是我没有看得太明白。这个是有点，可能是有优势意思还是怎么样？对，这个这步棋也是有价值的，有价值。如果说非要做一个评价来说的话呢，首先我们来理解他这一步棋啊，这步棋它有价值，它要攻击你，甚至要吃掉你。只能说这步棋跟我这步棋比较起来呢。这步棋缓一点，对，但是呢，它跟你这些棋比较起来呢，它是有作用的，它是叫缓，你这个叫无厘头。这个你别生气啊，就说这个就是说香港电视剧经常有无厘头的，就是那种喜剧片嘛，就是其实就是让大家放松，没有什么道理，就这个事情不一定非要按逻辑性的去做去思考，这无厘头。其实下棋的我会经常说，就是没有思考的人。对对对吧？好，他吼了一个我就脱了，这是有道理，我就脱了，因为这已经威胁到，就明显感觉到有比较大的威胁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是选择这边搬，如果这边搬，可能我就问一下，这边他如果这边搬的话，应该怎么处理好一点？因为实战是，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？因为你自黑，那么说你拖的时候呢，你会想到搬，人家两搬的变化。如果人家搬这，你会退；人家搬这个，你会怎么想的？当时的想法，我当时还没有。如果去连扳一个，你当时等于说还没来得及去思考，对对对对，你就没去想。那我局后我想了，但如果不能扳的话，不是局后啊，就是说你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很渴望想提高你的水平，所以说呢，但是有一点就是说，你至少下棋的时候要想两种方式，像这样的棋就有两种选择。第一种选择是往外搬，往内搬；第二种往外搬。你这两种要计算清楚，你才能这个。你不能说我想或者这要计算。但往这儿搬呢，只吃掉这个子，黑棋得十。对角。对角。往内搬呢，就是逼你苦活，他得角，就这个目的。好，开实战吧。我们首先要把每一种棋的目的要搞清楚，这样就可以提高水平。逼了一个，我去飞了一个，他去跳了一个，跳了一个以后，我就因为当时我不愿意直接拐，对，但是他跳了一个以后，我就去拐了。这个已经有了一手棋，这个棋没必要，因为这个棋的活棋直接跳回去。是，好，我们稍微快去虎了一个，虎了一个，然后我自己去顶了他一个，好像有点，但是我怕他顶了一个，觉得有点不是很舒服。
这地方顶一个，感觉有点，感觉有点俗啊。不是这种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当时顶一个目的是什么呢？我怕他顶。这个其实很有趣。首先第一呢，你解释的很苍白。你顶这步棋，实际上呢，是想做活。第一个对不对？口味也好一点。这都是假象，你说的。其实你内心来说的话，这个顶就是想做活，对吗？是不是？对眼位肯定是有帮助的。是不是想做活？我想问，就是说很简单，因为你。我不希望玩文字游戏，就是说因为这个时候呢，你走这儿你是要活棋，是不是？对吧，肯定先想办法先安定活棋，不是想安定。你是想活棋，安定就是活棋嘛。你想活棋，对不对？那么说这个能活吗？你当时算了吗？这个我再补，肯定。那你当时算清楚这个棋，假如说我封起来，你做活了吗？这棋这个没有算清楚。那就希望你要算清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为什么还要假设呢？下棋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假设。今天的焦点摆谱呢，可能呢我们摆的进程稍微慢一点，但是呢，我讲的东西可能比平时要异常的要多。因为呢，可能我觉得我有责任在这里呢，就是说跟霍先生摆谱的同时呢，今天我心里很沉重，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围棋工作者啊。普及者是媒体的报道者，应该要把其理解要更真实，更提高一点。这个棋呢，就是他的目的是，首先他刚才说怕顶，这都是假东西。首先第一点，你顶这个，你怕他顶是你没活，你顶这个时候其实想做活。那么你还要知道，假设他如果走这，他坚定了你能活吗？你如果你这个棋活不了的话，这时候先手，那你划不划算？你如果不划算的话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单跳出来。这样单跳出来呢，这是四面八方都可以跑。但是他如果顶了以后，我好像是先手吧。他顶了之后，就是说先手，你不知道再可以跑吗？这个棋子可以弃掉他。这个时候走大就是，后来瓦尔到时候扑了，这打击点，人家一家老小也带在这儿，所以他不敢。我是怕这个第一个还有联络方面，单跳的话可能联络，但是单跳没有联络的问题。单跳这个棋就假设你一起到这儿来，这打劫你敢打吗？这我打劫负担也比较重，对对对，这相当重的棋，对对。就是说你一定要记住，你上的每一步棋啊，就一定要记住，就是说你的目的性，你不是说我怕他顶还是不顶，你的目的性就是说找出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，比方说你说，我教学生就经常是这样来教的，就是说他说老师我这步棋不对，或者他下面说了很多疑问说，但是呢我作为教练呢，我是这样来教导学生的，我不知道你的评判一样，我不会说完全以这步棋不对或对去批评他或者指正他，我认为这样去教不好。我首先第一，我觉得他态度的问题，如果不是态度的问题，那么说呢，我就来归纳，是他手经练的不够，还是计算你不清楚，还是他的判断力不够，我要把它归纳为一个大的方向，知道吧？那么说呢，在这来说的话呢，其实就是你的目的，活棋还是不活棋。现在的一个大的方向，大的问题是，现在霍建呢，你这个给我的感觉来说的话，你的思路啊很混乱。很混乱，就是说双方的那种思考方式啊不够这个，然后呢你的感觉很多，下棋的感觉很多，没有经过计算，可能你也是跟很多职业高手在一起混多了的原因，就是说这个棋人家我感觉怎么，其实他的感觉其实也是在计算，是他快而已，他显露不出来。是好，我们再看看。但是我顶了以后，这个外面一手棋是封不住吧？这一手棋封不住，一手棋封不住。我们来看一看。然后他虎，那我就这个棋要柔和一点，单飞一个。这个棋子，这个他不能冲你。双打。他走在你冲的，所以这个飞呢比你那个好。对。如果往那并的话，这是活棋，然后你飞下去。是。这不要，这太熟，这应该单飞。这太熟是有点。
而且你没有看到这个其实活棋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。如果要说假如说这是活棋的话，我请问你还会往这跑出来吗？我如果活干净的话肯定就不会对啊，那我再请问你啊，你只回答啊是和不是。你当时在对局的时候没有去想到这个棋活还是不活，如果是活的话你肯定不会跑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价值，对不对？因为对对，但所以说呢，这就是什么呢，就是说你一定要分析你的目的性。如果这个棋是没有活的，那么你跑出来再次当官你都是要救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如果说你是活棋，你还往外跑，那就没意思了。救护车不是每天开在车上，开在马路上到处奔的，对吧？是只有救人的时候，他才这个紧急出动嘛，对吧？当时我没有算这个算，但是感觉这不又感觉了，你又错了啊！其实我在不断的纠正你的感觉啊，你没有感觉，是计算，是所以说这个棋你下了一个很低级的问题。你像如果是这是活棋的话，他攻不到你干嘛不，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还悬崖勒马，你现在是路数很多，然后呢自孤是管退然后对你看这都是当官，人家越来越厚，你这两个就越来越薄。是，然后呢，这个棋是活棋，你还往这走当官，是吧？对，所以这个棋你要检讨。然后我就拆了一个，跟你去拆了一个。你看，我再请问你，是这个大还是这个大呢？是这个大的，这个棋，这个肯定大，但是我要补的话就不知道往哪补，就我意思我的，那就是这个棋，那我就不用补，就不好补，我就不用补，就不用补，我就等。啊、我意思那我就请问你，你不好补就是或者你补实际上就是想做活，是，但是你不好做活，你就不做活，那不做活如果被别人吃掉，别人走，那你是不是更难做活呢？我请问你这一点，是如果是更难做活的话，那吃掉你这个棋你够不够呢？吃掉肯定是不够。对啊，那这个棋那你又矛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棋不是像过棋生老师啊，或者很多这个说，哎呀不好走就不走了，不是这个，而是说现在重点摆在你面前，就像一个病人一样，他没有最后死亡端气，你作为医生就要救他。你就必须要救他，你不能说哎呀我先放着放两天，等他这个我再过来，那你必须要救。所以说呢，遇到这种情况呢，首先第一点，胜负焦点在这里，不是在这里，这是在过瘾，这在马石头。所以说这个时候不管能不能活，必须要在这直呼，这是胜负焦点。所以这个棋你违背一个原则，对不对？有点矛盾。不是矛盾，不是有点矛盾，是相当矛盾。实战他就开始攻了，然后他正主攻，然后就开始我开始马眼，这一个。你这个开始马眼，你现在开始马眼，你这个你得了绝症然后开始马眼，这个我就很奇怪。好，今天呢这盘棋呢摆的不多，但是呢我其实呢跟胡伟健呢用这种方式来交流，其实更多的是想扭转他的一种观念，然后呢也给大家估计有很多棋友在水平很弱的时候呢，可能跟他的想法或者跟他的观念很类似，但是呢今天的主题呢，我自我评价一下，我觉得是感觉不等于计算。我认为围棋的生命在于计算，所以计算清楚了很多东西之后，你才能得出很多很多结论，然后还有很多思想上的非要。因为就像一个大厦一样，他如果凭感觉去做一个大厦的话，那是绝对不行的，所以他有很多很多这种精密仪器去测量它，对吧？那么说呢，今天呢我们摆谱就摆在这儿，希望更多的棋友一如既往的参与我们的节目，不要担心就是说你的棋力有多弱或者是多高都没关系，我们主要是分享大家的快乐。今天节目就为大家摆到这儿。